你得张嘴打哈欠。哎，站起来，站起来了。红奶吧，这是红奶吧。哦呦，走得很冷啊，走得很冷。掉帽，对，这个就是掉帽，这个就是掉帽。嗯，冷的要扶墙。哎，走了，不吃了。那个掉帽怎么挺好的？他从来都，他就是有时候傻脾气。傻脾气。他怎么情商也走了？嗯，起来了，起来了。啊，这会儿开始走了，这会儿苹果啊，刚才胡萝卜没有勾起勾起他的兴趣啊，这回苹果就走得很稳。张嘴了，张嘴了。那给不给吃？弄得好高呀，看见弄得很高啊！你看弄得这边吃的就是拿到吃的时候就直接半站着，半站着给它靠着墙子吃，不像七仔，七仔是只要叼住了，咔立马就躺下，原地翻个身就躺下了。哦呦！弄得喜欢苹果，又掉了，对。你看乐乐就不躺着，他就半坐着，对不对？站起来！哇，这个叫声，绵绵的，好听，好听。啊，这块南瓜，我可以看一下他这个走不走啊？还有，还有，还有，还有。